来场艳遇吧。那我们今天艳遇的对象是我们的网红情侣档616阿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六一。我们两个呢是台中人，我们喜欢吃台中的美食，致力把台中的美食发扬光大。哇，真的感谢你们哎。六一跟阿宽，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能不能介绍几样给我？嘉宾铁板烧。嘉宾铁板烧超级好吃，借我一支笔好吗？立刻记录下来。通常我们不太爱排队，但这个是唯一我们会排队然后还想吃的。台中的炒面很厉害，庙边炒面在大雅，它是宵夜，它那个里面它的汤是可以一直无限让你喝。小六锅贴在哪里？华美西街附近。它就是弄得很漂亮，但是你咬就会爆汁，还有冰花的外表，那都是属于真正在地行家。当地人吃的东西，那这个都是真的只有区域性的人才会知道。在我的手机的那个记事录里面就有一个爱吃的，那我就把它记下来哈。第二个就是带吃的，待会完以后我会把你讲的这几家放在带吃名单里面，这样子。超爱吃辣，我完全不能吃辣。来，我们两个辣超好吃，对对对，真是掌握手成就达成。我几乎就是每天有一餐一定要加点辣椒，吃便当啦，吃什么炒面，我一定要来一点辣椒。像我们议长办公室就有一款辣椒是他的朋友做给他的，那有一点那个豆豉，有点菜末，辣到又刚好又香，所以我有时候会到议长的办公室去吃便当，像议会期间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哎，那个辣椒赶快拿出来，这样的我也想吃了，我下次可能包一点给你，这样子。慢慢咸酥鸡就是胡椒多，咸酥鸡厉害在几，有的是软，有的是咬去是烤饼干的那种。哇，你实在是太专业了，待会帮我 Google 一下。大雅快乐鸡没有吗？有做外送，那大理这家呢？没有外送。很难，因为有时候只要排队的话，我就更困难。那我的时间真的是分秒必争，只要要碰到那种排队名店，我都说要等我退休以后才有可能去排。这样退休目标很多哦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反而更忙了。